陈局市长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来揭开这重重疑云，不要让民间继续来戏称高雄的地方政治有政治黑手在背后操弄，揪出政治黑手，揪出政治黑手，落实土地正义，落实土地正义，揪出政治黑手，揪出政治黑手，落实土地正义，落实土地正义。但是从农业局提供的照片，从录音档，我们可以看到，协商地点是在卓儿义幼稚园，是在卓享生名下的幼稚园。而这位卓享生先生呢，在住户面前自称他自己是市政顾问。我们想要问，所谓的市政顾问怎么会是由民间发起的呢？很不幸的是，我们的伙伴去查了市政府的顾问名册，并没有卓享生这个人。我们想要问，如果一个不存在在名单上的市政顾问，他怎么有能力、有权力跟市政府直接来磋商？所以这九次的协调会，九次的协调会有四次，四次都是卓先生来约，都是卓先生来约，约我们这一些，好，我们这一些住户去，然后听胡科长，农业局的胡科长，哦，还有副局长，让他们来说明他们市政府定出来的一些规则，好，要对我们的一些他们所谓的安置，这样子，这就是说明会，不是像他们说的。是我们，都是我们去找他们来协商，都是我们揪他们的，哦，这不是事实。即便是在强拆当天，我们都看到卓先生以很特殊的身份指挥怪手，甚至在那边调度怪手，配合怪手以恐吓的言辞逼住户来签同意书。我们得以见得卓先生的身份十足的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这就会认为9月25加上前面的三次协调会并不能代表，并不能像农业局所解释的是由小地主主动发起，它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会议。所以这就会日前已经委任柯绍珍律师向胡科长以及卓享生先生提出恐吓和伪造文书。农业局副局长说欢迎来到他们主办的说明会，但日后却又在新闻稿上面写说这场说明会是由住户们主揪的，是由住户们举办，农业局只是受邀。我想大家今天播讲啊，有参加我们大家的说明会啊，一起进入啊，故意进行这工作啊，吼。卓享生自称说，这一条150万是他亲自跟市长敲出来的。我们想要问，为什么一样都是以民间的立场向市府沟通，但是自救会日前去市政府沟通，却被拦在铁门之外淋雨？自救会昨天去市政府要下站帖的时候，却找1999出来接我们的站帖，那为什么卓享生、卓姓市政顾问的意见可以直达天听？到底算这个百五万出来？再来，我们要听，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副局长在会议上面指称，总统府特使、总统府副秘书长姚仁多来到现场，来到自救会与住户协调，不会让情况变好。我们想要问，
是什么样的地方官员可以如此的蛮横骄纵，不把总统府放在眼里，不把小英总统释出的善意放在眼里。我相信讲长，迄个恁获得的讯息嘛，无比阮较少啦吼。哦，讲什么？迄个总统府副秘书长啊吼，有来关心吼，啊，然后部分嘛有写迄种吼，啊，但是这种报纸出来，啊，从他的当事者吼，恁买单不过啊，各有希望啊，什么话吼？啊，不过细细歹讲，哦，或许初期有看有希望，啊，但是其他并无希望，也很难说啦吼。啊，等于我今仔要讲。9月25密室协商的同时。9月25密室协商的同时，我们人正在凯道上面，我们正在听小英总统对台湾人民发出的善意。小英总统正承诺说要暂缓争议个案的同时，城局的官员农业局的官员却在密室协商会议中说，就算是总统府的特使副秘书长姚仁多前来，情况也不会变好。我们想要问，台湾今天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地方派系可以无视总统、可以无视中央政令的年代？我们希望陈局市长要暂缓他的争议个案。我们希望陈局市长不要成为小英执政的绊脚石。踢破政治黑幕，踢破政治黑幕，落实透明政府，落实透明政府，踢破政治黑幕，踢破政治黑幕，落实透明政府，落实透明政府。